我叫印彤，是 BNI 天河永丰分会的会员。我在 BNI 呢，从事水果生意，简称水果佬。我自己是潜水教练，我常常游历于世界各地，特别是东南亚。我自己呢，是一个超级资深吃货，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。我在发现美食的过程中，发现了有一些水果，因为产地的特别性，经过严格的挑选，可以更加体现它特别的味道。我去做经营水果，去严选，这个是我主要的经营特色。我在 BNI 经常参加线上和线下的培训活动。我妈妈今年77岁了，她从事绘画行业。我妈妈听了太子明的分享以后，决定要加入 BNI 的大家庭。我虽然70多岁了，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。我看到 BNI 的活力非常的大，我就要求马上加入 BNI。我在 BNI 的引荐人曾秀玲在 BNI 呢，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会员，她长期保持在我们分会是红绿灯第一位的。同时呢，秀玲也给我非常大的帮助，因为秀玲呢，她不断是在我的生意过程中去指导我如何进步。我进 BNI 3年半了，我通过不断变换我的25秒个人介绍，我在 BNI 这里呢，总共获得了802单引荐，非常感谢 BNI。